早安，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20999晨光快闪直播。今天很有趣啊，我是在树下直播。什么叫在树下直播？我把我们整个场景呢移到了洛梨树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大自然里面，哇！我一直想要做这样的事哎，果不其然我做到了哦。我现在树下微微的凉风，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在今天的9点有这个乐龄的社区初心缠绕的课程，所以呢，赶紧在这个时候呢，来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呢许愿池的提问哦。那你现在听到的是大自然声音，有鸟鸣声，有这个风声，有叶子聊天的声音，还有呢，绿老师呢先来紧急回复一下今天早上收到的许愿池答客问。那我们就一边来画画缠绕，然后一边呢来解答问题哈。那首先呢，就是最近因为绿绿老师，很多朋友开始接触脑科学，接触医生，就是很多医生，不同的医生啊，洛桑医生啊，方世清医生啊，邓医生啊，好，阿辉，好，邓慧文医生。那我们从这个跟医生的交流当中呢，知道了疾病的发生是什么原因哦？除了是身体免疫系统的问题之外呢，事实上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来自我们情绪上的干扰。好，那我们知道情绪呢是万病之源，所以情绪呢从除了起伏之外，就是多思多虑妄想造成了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协调、不平衡。所以人家说哈，就是病啊，好，从口入啊，啊病啊也从心起。就是除了我们吃错东西造成我们疾病的问题，也是另外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呢自己从心底制造出来的问题。那很高兴大家呢在这一个时光里呢花了好多时间去聆听绿绿老师推荐的脑科学医学影片，甚至还有灵性学、佛学、諮商学的一些思考模式。那不管哪一种适合你，大家呢都可以很用心的去感受，好，去体验这些属于呢你自己的阅读心得。那我们今天要画的就是叶子，好，我们特地来到树下画画嘛，好，有听有鸟鸣声啊，有缠绕声哦，所以我们画叶子代表新生，我们从自己的身体里面长出一个新生的细胞哦。好，现在请大家呢就是慢慢的画出一个圆。那因为我镜头的关系，好，可能没有办法呢让你们看到全貌，我现在来调整一下啊，我的直播架，看看能不能让你们看到更多。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边来回答问题。好，我们来访的信件呢说，绿绿老师，你曾告诉我们说，如果发生这个思虑过多的现象呢，可以问自己说，这是我要的嘛，好，避免大脑一直胡思乱想。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自我提问哦。那但是我们自我提问呢，脑科学有告诉我们呢，白天啊我们跟别人对话，跟自己对话是有策略性跟运用性的。策略性跟运用性就是我们跟别人对话是为了沟通，那我们跟自己对话是因为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不能讲呢，所以我们就会跟自己对话。举例，我们很讨厌一个同事，
我们就表面上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有回有应，但是呢，我们私底下就会有自我对话说，这个人明明对我这么不好，为什么他还要来靠近我，跟我说这些言不及义、言不由衷的话呢？对，这个就是我们白天跟别人对话，然后呢，跟自己对话的策略跟应用。但是呢，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晚上啊，睡前啊，甚至呢，在做梦的时候，你如果还喋喋不休的自我对话，那你就会产生浅眠、心悸，好，睡不好，然后呢，多思多虑，然后五脏六腑就出问题，从神经开始生病，然后导致最后全身免疫系统下降。所以如何避免多思多虑，就是停止对话。我曾经参加过静语一整天的这个无言禅哦，就是不讲话，然后真的一整天都不能讲话哦。那在这个寺庙里面呢，静坐打禅，好，都不说话，那个感觉很特别，因为我是一个需要说话为工作的人，忽然叫我不讲话，真的是有一点辛苦。好，好，圣诞节快到了，我们今天的禅绕入门是叶子绕成一圈的禅绕，大家试试看哦。透过重复的、有意义的内在对话清除，好，才能让我们呢产生一种真正接近冥想打坐的一个关注内在。好 ，FM 20999，今天早上我们是在洛梨树下来直播。那由于光线的关系，没办法呢看到手机的画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对话，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鸟鸣声、光影的声音，好，还有绿绿老师呢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觉。那因为我九点呢就要前往社区服务啊，所以呢大概八点半之前就要离开这里。那我们今天吹吹凉风，然后画画叶子，感受一下树影、花影，还有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那我们今天是答客问，一边画禅绕，一边来回答我们好朋友的来信。他说，我有一些疑问，我很固执，所以很难说服自己。那在这边请教绿绿老师，如果绿老师有时间的话，是否可以直接给我详解？好，那不必怕我难过，我会调试。好，我们会说一朵花的形成是什么？一朵花的形成是因为我们大自然有种子，我们大自然呢有风，我们大自然呢有雨。来，我现在把这一只小精灵画上来。我们大自然呢有无数的能量，所以一朵花就形成了。这朵小精灵呢，就是在大自然的照顾下、养护下长大了。没错，植物禅的动能来自于我们对事件的观察。今天算是植物禅的禅道入门了、啊、哈，我们多加一个植好了，因为有时候绿绿老师好不太好意思讲这个我自创的植物禅哦，其实事实上呢，哎，我们一直画了很多的植物禅绕哦。好，那我们偶尔也会加点缠绕的元素。好，我们现在呢要来画一个圣诞节的胡姬生。先画深色，再叠浅色的感觉，就是这么的不一样。那我们来回答来访者的问题。她是一位呢很优秀的妙龄少女。好，我们说，只要呢没有结婚就是少女，只要呢你还抱有这个对世界的这个期待，你就是少女。好，他说
最近哈、哦、谈了一场恋爱，应该不是最近哈、哦。好了，我直接这样讲，就是一个失恋的案子。好，我们就直接这样切入哦。然后呢，他要问绿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男士在跟他分手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在他的脸书直接标注了他正在恋爱，维持某个稳定的关系。好，那因为这个对失恋者来说叫做放闪文，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呢说，老师，我看到这个闪光文哦，就忽然顿悟了一件事哦，他在跟我交往的时候，某一天忽然说我们要退回朋友关系。好，那从那一天说退回朋友关系，距离他放闪文哦，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对方完全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友情的一个互动。好，好，那他说他有去问朋友啊，说那这样的人到底是怎样呢？那朋友就说呢，啊，这样的人呢，好，很正常，因为有一些男生都会同时呢跟这个很多女生交往。好，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你朋友的回答哈，也是正确啦哈，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呢，就是他会带着骑驴找马的心情哈，或是海王海后啊，他们都会这个同时跟很多人交往，没错，好，这个好像是这个世道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想要问问这个我们的来访者，事实上呢，你并不同意这样的交友态度吧？好，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喜欢一个人专心的啊，哦，非常的认真的啊，非常的用心的啊，来对待我们，不是吗？好，哦，那如果我们发现他啊，居然呢是同时跟很多人交往，好，我们就这个议题来谈哦。事实上，如果是你发现了他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似乎也有在跟别人交往，那请问一下，你会难过是正常的，可是你会不会透过另外一个逆向思考说，哦，还好还好，是交往的时候发现了他这种非常糟糕的、不忠的一个，算品性嘛？好，算性格嘛？好，有的人会说，因为现代人很多都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扭转一个观念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很正常。但是不能说现在社会灰坏，然后大家都在这样，我们就认同这个叫常态。我相信这个叫做小众，大部分的人还是非常的真实、真诚，然后呢，完全不会去做害羞的事的。好，是不是认同了？如果仙仙们听到我今天来访者的提问哦，你认同的话，麻烦你打下520999，可甚至说出你的观点哦。我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同时跟很多人交往，所以我觉得光是男生同时跟很多人来往很正常，这个部分哦，我就觉得这句话就伤到你了。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男生都是这样，而且我相信是，好啦，比例上呢，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看，我相信呢应该是超过50%的男生是不会这样的。好，如果现在线上有男生在听，也麻烦给我们赞加一下，那我们的来访信件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哦。所以我们来访者说，当这个对方呢说要退出朋友关系的时候，是这个我们小仙仙呢自己想要跟他联络的，所以这个男人他是没有道义上的责任的。我们就退回一个部分，爱情上面的道义，那就是道德。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如果同时交往的很多人，他当然就会用他自己的观点来告诉你：“哎，我早就跟你说，我六月要退回朋友关系哦。”哦，可是六月之后你们还有见面呢，哦，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从一开始的种种行径叫做不诚实啊，对，所以。我要怎么说呢？他在我的观点里面呢，如果我以大众心理学来看呢，他就是自恋型人格，认为他就是呢一次可以掌握很多的女生，然后再从这个很多的女生当中呢去挑选自己的良配哦。那我觉得选妃的这个心态就不正常了哦，这个又不是他是那个皇帝哦，皇帝呢选妃也要透过这个。这个才艺呀，哈，怎么是由个人喜好来决定呢？所以呢，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哦，我会跟来访者说两件事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发现呢，他说他跟你退回朋友关系的时候，你当然会很难过，一定的，好，不难过那就是假的。但是我们难过来自于我们有一种。就是被遗弃、被抛弃的难过，就是对方不要我们了。他说他退回朋友关系，恋爱关系也是他提出的，退回朋友关系也是他提出的，什么都是他决定，为什么你没有决定呢？好、哦，哎，我移动一下桌子哦，光线好热哦。我们赶快移到那个落梨树下。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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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绿老师来避暑一下，看现在太阳这么大了，有没有很文青？我起来一下好了，快来树下走一下哦。那跟我说520999，我就来跟你说走。哇哦，刚腰有点酸哦，毕竟椅子有一点矮。这个雀儿早。琼芬早，艾琳早，美芳早，美玲早，博卢早。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话题哦，就是一个交往是他自己决定，然后呢，不交往也是他自己决定的男人，哈。完全没有沟通，完全没有互动，这个就是自恋型男人啊！自恋型男人很多啊，但是呢，他同时跟很多人交往的话，好、哦，这个你不用去猜啦，他到底同时跟谁交往？哈、哦，我觉得会无缝接轨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跟你才刚分手，然后马上就有稳定关系的人可以标注哦，这绝非哦泛泛之辈哈、哦。所以呢，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座位，这是我今天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坐下了哦。那。你的朋友说是你在六月之后还要继续跟这一位男孩联络，所以他没有道义上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如果在六月之后他对你的互动只有朋友的礼貌关系，而没有超越尺度的情侣氛围，那他自己真的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道义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对你做了，超过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行为、语言、肢体，甚至是想法，那他要负道义的责任。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他负不了这个责任，哈、哦。所以你不要揪住这句话，说是你自己要跟他联络的。当然呢，因为你会想要挽回嘛，哈、哦。那你想挽回，你当然就会继续跟他联络啊，这个你没有错啊。可是是因为这个男生没有切开这个部分，他只是说退回朋友的关系，但是他如果对你的朋友关系是不冷不热，而是你自己呢，
就是一直往前进。那我要告诉你，好的感情是双向奔赴。好，这个不只是爱情哦，那个亲情也是啊。我们跟一些亲戚的往来，如果没有双向奔赴，那就是只是你自己自嗨、自我感动。我们在这个友情也是啊，如果没有双向奔赴，那就是只有你自己呢，说哦，我对我朋友很好呢，等你朋友呢，把你当一坨屎。不好意思，方医师的影片听太多了哈，他都会用这种这个踩狗屎的方式来比喻人生的烂事。为什么？我超级欣赏方医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超像的哈。我们呢，这个在专业上呢很温文儒雅，但在举例上非常的生动啊。那我以前也讲过踩狗屎的事，各位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当我听到他用狗屎比喻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医生就是我想要的医生了哈。我总是要结交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啊，所以我网络上就结交了方世清医师哦。但我们先生好好玩啊，我们先生说希望有一天绿绿老师可以跟方医师对话，好，希望有一天绿绿老师可以跟邓医师对话。哎，我只能跟你说抱歉让你们失望了，因为我这种小小咖哦，他们是不会来找我的啦，好，除非我出书啦，但我出书呢要排到第几名我不知道啊哈。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来访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真的能当朋友吗？ No， 你们不能当朋友。对于这种好了，绿老师不能评价，无他无我。对于这种绿绿老师本身的经验哈，自爆料，我跟每一任分手后都没有办法是朋友，因为我还爱着那一段感情，所以呢我必须要痛到最痛，痛到不能再痛的时候，我就放手了，我就跟自己和解。我每一段感情都是被舍下的，被劈腿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呢我对自己不够好，所以别人才会这么随便的对待我。这是从这几段劈腿的感情里面我学会的真理，就是当你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别人真的不会好好的对待你。所以呢我在每一段感情都学到了一点点。好，比如说我在初恋的这段感情里面学到了什么，我的初恋呢跟别人住在一起了，但是还是同时跟我交往，那我打电话过去听到女生的声音，我的初恋呢就说啊，那个是哦，诶，就是邻居啦，嘿，邻居嘿。然后呢我这个女生还敢写信跟我挑衅说，诶，你就把你的男朋友让给我吧。你看我在二三十年前就遇到这种海女了嘞，好，但是我的初恋后来也被这个女生抛弃啦，老天爷自然会收她啦，齁，你不用想太多，齁，如果你一直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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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到乱七八糟，你会想到无法自拔，齁。所以呢我从第一任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哦，可以同时跟女生交往，然后又跟人家睡在一起同居的人，诶，我要尽快的振作。而且他最后对我讲的一句话是，当我在这个崩溃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要出事，你回到你的家里再出事，不要在我面前出事哦。哦，那句话真的是一棒打醒我这个恋爱脑。好，我承认我在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第一初恋，因为初恋花了我好多年的时间哦，整整大学四年都只守着他，拒绝了所有的追求哦，结果呢却是世人不清。好，我们回到原点，当你世人不清何必纠缠呢？管他有没有道义，管他有没有无缝接轨，管他呢是不是能当朋友，要是绿绿老师就直接甩掉他。对，甩掉什么？甩掉记忆，甩掉什么？甩掉我的爱。但是这个甩掉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段恋情初恋失败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我非常认真的读书，然后第一名毕业，然后呢当老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发现我每次只要一个大劫难哦，就会刺激我呢成就了另外一个大梦想。好，所以你问我说，这个老师请问一下哈，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吗？齁，然后这个你觉得你没有感觉齁，他在养鱼啦齁，因为你对他有爱啦，
这个当局者迷啦，所以不是你的错啦，好、哦，没有错，你没有错哈、哦，是当局者迷的概念，因为你就是还在爱情中，好、哦，第一个是那时候你在热恋中，再来你在挽回中，现在你在失恋中，在这个三个阶段哈、哦，你都不会承认他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从这个他无缝接轨这件事情来说呢，以绿绿老师本身的经验就可以告诉你，可以把一颗心同时分给好几个人，你要放心，他也绝对不会对别人真诚的，他最爱的人只有一个人，好，记住哦，就是他自己。好，时间来到8:22了哈，我在五分钟后我们就要这个绿绿老师就要启程，要去社区的这个乐龄哈，平均70岁的乐龄要画第一副缠绕了，我们好期待哦哈。所以呢，现在呢，绿老师再来往后看一下哦。他说：“好，那我想要问绿绿老师说，我问我的朋友说，我这个交往的对象呢，他这样算是渣男吗？好，那他的朋友就回答他说，应该是个性的问题吧。哈，好，然后结果呢？”他过了这个好几个月后再问一次啊，结果他的朋友回答说不知道。好，那我觉得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会去问别人很正常，因为我们怕自己呢判断错误嘛，哈。好，那我问你啊，什么叫渣男哦？渣男的体质哦是什么？渣男的体质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负责任嘛，好。啊，渣男的体质呢就是没有道德嘛。啊，渣男的体质呢就是呢只爱自己啊。啊，渣男的体质呢，就是呢，凡事呢，就是呢，以利益优先考量。那你用这几个来判断他是不是渣嘛？那如果你看了网络上的解释啊，听了绿老师的解释啊，听了你朋友的解释啊，哈，啊，你朋友说他是个性问题啊，渣男就是个性有问题啊，这两个是同时的，不是单一的，不是说要渣到什么程度叫渣，而且每个人对于渣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啊。虽然网络上啊书店都有出什么渣男十大特征远离渣男，可是我要告诉你哈、哦、有的人的忍耐尺度哦很宽的哦，这个小三带回来家里同住了他都还可以一起哦。我有一个亲戚哦，他们呢这个离婚之后哈、哦、这个小三扶正哦，他还可以跟他先生跟这个小三一起经营小吃店呢，然后呢他们还彼此三人行互相扶持嘞，在精神上啦，我是说在精神上齁，不要想太多齁。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这个答案哦就是会不一定标准齁。那我们为何要一直在这个答案当中就是证明他是不是呢？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好，那他就说，老师，我有去问过很多人，每个人都说他是，但是为什么，我认识的人都不觉得他是渣？我要跟你讲一个秘密哦，你知道有的人哦是不会跟你说实话的，因为他觉得你还爱着他，或是你们曾经交往过，感觉好像他如果说出来吼，就会就让你很没面子哦。所以呢，像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哦，他是这样的人哦。他说哈、哦，那个感情的事都不要问他，因为呢他不想当坏人，所以他每次的回答都不是正确答案哦。比如说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初恋劈腿啊，他是什么心态？他就回答不知道。但是因为他不想说出真实的答案去伤你啊。可是你在网络上问别人呢，这些人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或是你去谘商，我们凭着这个医疗的道德、谘商的道德，我们会跟你说实话，我们会直接一句说啊，就渣男的啦，哎，对，是这个原因哦。所以孩子宝贝，你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哦，就是你自己觉得他是不是渣男？好，如果你觉得他不是，没关系，就像全天下你觉得大家都觉得他很烂，可是你觉得他很好，你还是可以自己觉得他很好。但是 but 就是这个 but 悲伤的 but 他已经不要你了。对不起，绿老师讲得很直接哦。我们在感情上受伤哦，我们一定要去体认一件事哦，对方已经不要你了。分手就是不要，好，你要记住这个概念，跟你分手就是不要你了。嘿，我讲得很直接，好好。如果你讲听到不要你呢太痛苦，你就跟你分手，就是不想跟你继续了。对，
你要体认这件事，我们成熟大人20岁以后要学习的恋爱经验、关系经验，不管是夫妻、同事、亲子都一样，只是说因为夫妻关系有法律上面跟道义上面的承诺，要离婚才能完成这个仪式。亲子呢，也有很多小孩不理爸爸妈妈，也有很多爸爸妈妈不理小孩的。亲子是血缘的，割不掉，一辈子丢也丢不掉的。这两个例外之外，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恋人关系，这些关系呢，都是一种失去跟得到的关系。我跟你做好朋友，我就得到；你不跟我做好朋友，我就失去。所以失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你会有受伤。就像你本来呢捡到一张发票，你以为你会中2000万，结果后来你去对没有中奖，那种失落感，其实失恋就跟发票没中奖是一样，只是它是发票没中奖的1000亿倍的痛。因为你做了什么？第一个时间成本，第二个情感成本，第三个甚至经济钱财，第四个甚至清白，可能你已经跟他有过肌肤之亲。女人一旦有了肌肤之亲，就会死缠烂打的不放。这个肌肤之亲不是完成爱的动作片，就我50岁的人来谈，肌肤之亲就是一，牵手了就是一辈子；二，亲吻了就是一辈子。女人的手，尤其是戴戒指的无名指，就是通往心脏的地方。女人的手一旦牵紧了，你就会说 can't you。 女人的嘴是通往爱情的地方，所以女人的嘴唇一旦被亲了，所以很多从事特殊行业的女人，她们不跟人家亲嘴的，她们看起来浓妆艳抹，看起来艳光四射，可是她们完全不亲嘴，因为嘴巴是通往灵魂的地方。你被她搭肩了，你被她搂腰了，你都会觉得你已经属于她了。所以当她跟你说 no 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伤心。当他跟你说 no 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难过。当他跟你说 no 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自己没价值。当他跟你说 no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人懂你。事实上不是的。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渣男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事情的原点，你们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现在是在挽回阶段，我还会鼓励你去试试看，但是现在不是在挽回阶段，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就是同时交往好几位，然后无缝接轨。好，各位可以在我的这个今天的直播下留各种言来鼓励我们的仙仙，请仙仙呢，这个不是要清醒，仙仙是要在这个事情学到一件事，什么事？你自己最重要。所以今天早上先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再回来请这个资深仙女们回答一下哦。就是我看到闪光文，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我好难过。为什么我们，他说他跟我当朋友，但是我们并没有当朋友。为什么这个男生呢，他就是跟我说他退回朋友关系之后，他就用一种没有他道义责任的态度在跟我来往。他们后来还是有见面哦。所以这个男人居心叵测，我觉得。好，我现在是名嘴系列，所以很毒舌。那再来就是朋友分手之后能，恋人分手之后能不能当朋友，这一点在绿玉老师这边是不能的。那其他资深先先想想看，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也是可以。那如果是一个人在养鱼，我们要什么心态？当然就 get out 啊，叫他滚，海王不要出现在我心中，也不要出现在我生活里。好，第二个提问是这个他问他身旁的朋友，大家都不觉得他是渣男，可是他问陌生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他是渣男。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因为他怕伤到你的玻璃心，因为你还爱着。那如果是绿绿老师，就会觉得这个是渣到底的渣渣渣，小渣渣、大渣渣、中渣渣都不比他渣，他是最渣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同时跟很多人交往，这个已经是很糟糕了，这个就是把别人的真心真意拿来糟蹋，玩弄别人，玩弄就是渣。如果你是跟你交往了10年然后才出轨，我觉得那还不是很渣，虽然也是渣渣系列，但是一开始他就锁定了所有的人，然后慢慢挑，像选妃一样。我要讲一句很难听的话，你以为你是皇帝哦？那我还是太后呢，对不对？
来，本宫乏了，退下。今天就用这句话送给我们的仙仙哦，你就在心中说，本宫乏了，请你退下。就这样，好，一定要给自我暗示哦。我们已经画完了一个花园了，小金鹰包围金露花，金露花就是清明觉醒，麻烦大家用文字送给我们的仙仙祝福。好，我现在要去乐林族上课喽，拜拜！谢谢大家一起进来我们的晨光直播哦，还有八个信没有回哈，八个题目没有回，我等一下来回。这是我今天的穿着，好，还看不到我的人，谢谢，不给看。好，这是我家的后花园，旋转一次给大家看。好啦，谢谢仙仙来信，很心疼你，但是一定要给你一点当头棒喝，不然呢就枉费我献上许愿池嘛。因为希望你许愿成功，听了我们大家的话跟留言，都可以完成清醒的自己。第一步叫觉醒，关注自己，关注自己才是你现在必须做的。拜拜。